好，就开始说了。啊？你的发现？我发现它下面这里只有一个洞。等一下哦。这里，所以我觉得它便尿啦、生蛋应该都是从一个洞出来的。然后呢？我觉得它嘴里面内部那长得像牙齿的东西，我觉得看起来不太像牙齿，因为看起来就软软的，而且可能就是骨头啦，就是骨头那个凸起，对，就是像脊椎一样，会有一粒一粒凸起这样。好，这样。